近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鹿晗、关晓彤好事将近。鹿晗将在11月9日的个人演唱会上向关晓彤求婚，还表示关晓彤会提前两天到达深圳，或为幸福时刻做准备。就此传闻，记者第一时间求证鹿晗方面工作人员，对方仅回复感谢大家对演唱会的关注，希望大家届时多关注鹿晗本身在演唱会上的唱跳表现。我们继而辗转联系到同期相关人士，得回应假的根本没有的事。